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北哥。环球雷达先进皮肤环产投票的活动今天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了，而这三天前三的排名争夺是非常激烈的。第一天安琪拉的小厨娘从第一就掉到了第三，第二天武林仙君的第一位置就被大圣娶亲抢走了。到了今天，原本以为这次投票已经大局已定，环产的皮肤就是大圣娶亲和武林仙君了，没想到今天晚上小厨娘的票数居然反超了武林仙君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票数吧。票数第一的是孙悟空的大圣娶亲，截止晚上九点已经5000多万票了。第二名安琪拉的魔法小厨娘，截止晚上九点有4700多万票。第三名诸葛亮的武林仙君，截止晚上九点已经有4600多万票，相差小厨娘100多万票左右。以目前的票数来看，到后天投票活动结束还不能太快下结论啊，毕竟这两款皮肤相差的票数不多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第一绝对是大圣娶亲。那么小伙伴对于安琪拉小厨娘反超诸葛亮的武林仙君，你们是怎么看呢？